腰子身上最珍贵的那个部位，鸭肠子，整那一块。哎呀，哎呀，夹一根儿，吃这玩意儿就跟吃面条儿似的。哎呀，这么长，你要秃了你。哎呀，要么这样更长。是不是新品麻辣鸭肠，整这一块。哎呀，哭哧哭哧啊。哎，造型这一块啊，铁子们，真溜的，吃好的，吃贵的，就是不吃免费的。今天干点好的啊！哦呦，哎呦我去，啥情况？哎呀，麻辣小鸭舌，整他一只。没啥缺点，就是肉少。哎呀，小味儿还中。哎呀，那没。今天多少沾点奢侈了啊！肉罐小鲍鱼，好长时间没吃了啊！哎呦我去，小醉型，当时就来了。哎呀，整一个啊！鲍鱼这玩意怎么吃呢？哎，还有很多老铁不会吃这个鲍鱼啊！哎，这玩意儿，哎，你给它拽出来，哎，看着啊，哎，这个位置别吃啊，这个苦胆啥的，这个位置内脏啊，哎，你就吃这个肉，特别 Q 弹。哎呀，这绿色锃亮，慢慢，铁子们，今天你去再次奢侈一把，铁罐黄金鲍鱼。哎，大过年的，谁不吃点好的，对不对？哎呀。来一只小鲍鱼啊，哎呦，哎，这里边是别吃啊，你就吃肉就行，完美。铁子，今天你去这儿再次奢侈一把，干上一罐黄金鲍鱼。
鲍鱼啊，铁子们啊，海鲜中的爱马仕，就这小造型啊，一口就是那么一个小肉，哎呀，呛到，哎呀，铁子们，今天奢侈一把啊，开一款男生女生必备的一款菜系，黄金鲍鱼，走你！海鲜中的奢侈品啊，铁子们，哎，太奢侈了，就你了啊，就看你不错，黄金鲍鱼啊，嗯。内脏摘掉，一口一个。铁子们，今天你续弟注定要奢侈一把了啊！海鲜中的爱马仕，黄金鲍鱼，男生女生必备的一款菜系。哎呀，别动，有情况啊！要跑，往哪跑？哎，铁子们，造型还行啊。一口一个内脏啊，剪掉。海鲜里边最奢侈的那款菜，麻辣鲍鱼，走你。鲍鱼啊，铁子们。太奢侈了啊，太奢侈了，简单整一下，你出来呀，哎，大鲍鱼一口一个，这内脏啊，摘一下，跟着味，今天我注定要奢侈一把了啊。麻辣鲍鱼，走，好，非常完美啊！鲍鱼啊，铁子们，这内脏给它摘一下啊，一口一个，海鲜中的奢侈品，黄金鲍鱼。打着了，等你。行吗？这造型，铁子们。哎呀，带个小树叶，问题不大啊。这内脏啊，给摘掉，一口一个。铁子们，今天干点奢侈品啊。海鲜中的爱马仕黄金鲍鱼，一口一个啊，内脏，老铁们，马上过年了，整点奢侈品。海鲜中的爱马仕黄金鲍鱼，这造型不错啊，就来你了，一口一个。海鲜中的奢侈品，黄金鲍鱼，整他一会儿，一口一个，这是内脏啊，
不能吃。鸭子身上最珍贵那个部位，鸭板肠，整一罐。哎呦我去！呜，呼哧呼哧的，就这个小造型啊，就这个量，铁子们啊，看东西啊。哎呀，嗯，筋道，嗯，哎呀，一咬嘎吱嘎吱。嗯，满满的一盘啊！哎，铁子们，今天干点硬菜啊，吃碗面条子。哎，看看什么造型啊？昨天我吃点鸭肠，铁子说你吃啥呢？是不是面条啊？是干豆腐呀？铁子，这玩意是鸭肠啊，新品啊，铁子们啊，麻辣鸭肠。长得像面条子，还有说像干豆腐的。嗯，哎呀，老板。铁子，开罐咱家新品啊，麻辣鸭肠，整开它！哎呀，咋整的？我的妈，成坨的！哎呦我去，夹里的。一坨直接下来了哈、哦！哎，来一根啊，铁子们，麻辣鸭肠，造型啊！嗯，哎呀，倍香！